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慈济新闻深度报道，我是王苑进。在今天上人的开示里面特别提到了，也非常的关心，在美国的龙卷风一天之内，在阿拉巴马州那个地方竟然超过了170多起的龙卷风，换言之，在那个地方所造成的伤害实在是非常的严重，甚至于当地的政府以及联邦政府等等，也都把阿拉巴马州邻近所产生的灾害的地方都已经列为紧急的一个灾区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台风飓风过后，其实在这样子的不管是当地所造成的伤亡也已经超过了300多人以上，当地的民众是相当的惊吓，因为龙卷风它的速度是相当的快速，迅雷不及掩耳，在瞬时之间整个房子包括所有的汽车家具等等的全部都被卷上天空之中，甚至有些地方还发生了火灾，所酿成的一个灾害是大家令人感到非常的触目惊心。除此之外，上面也特别提到了，其实每一个人他都会有过去过往许多的一个习气，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能够由迷转悟。所以上人在今天也特别提到，在新竹的叶中启师兄，他如何改变过去的习气，走上了慈济的菩萨道之后，改变自己内心许多的贪嗔痴慢疑，最后重拾了幸福快乐的人生。所以上人从不管是在龙卷风，或者是从叶中启师兄的案例，都告诉我们，其实一念心善就能够造福许许多多的人民，如果一念心恶，在无形当中也会酿成许多的灾祸。接下来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那就是在美国龙卷风灾害的情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透过画面来看看，在这次阿拉巴马州龙卷风所造成的灾害与影响。天色一片昏暗，龙卷风拔地而起，连远方的目击者都看得胆战心惊。I just hit something over there. It turned real black. 美国中南部遭到强烈龙卷风的侵袭，尤其在阿拉巴马州，人口稠密的社区瞬间成了一片废墟。民众在残砖废瓦里寻找失踪的亲人，却只换来无奈的哭泣声。Hell, exactly what it is. Been through hell. 暴风雨让当地一座核电厂断电，虽然没有辐射外泄的危险，但百万用户大停电，阿拉巴马州立大学也因此停课，更传出有学生不幸罹难。美国联邦政府宣布阿拉巴马州为重灾区，派出2000名军人尽全力救援。这场龙卷风夹带冰雹豪雨，从德州一路往东北到纽约，在6个州造成严重灾情，伤亡人数不断攀升，而失去家园的民众情绪一时难以平复。4月中旬以来，美国龙卷风灾情不断。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光是在27号一天之内，就有高达173个龙卷风创下纪录。而且未来几天，东岸还有一波暴风雨来袭，天气恐怕还会更糟。我们刚刚看到画面真的是令人胆战心惊，尤其是看到龙卷风当地的一个灾民，他们说从看到龙卷风一路来到了眼前，将他们的房子席卷而去，只有10秒钟的时间，在这10秒钟当中，不管是亲人的离去，或者是房屋的倾倒，都是在瞬时之间迅雷不及掩耳。所以当面临到这样子的灾难的时候，其实内心的惶恐可想而知。所以上人在早上开示也特别提到，其实这一次在美国的龙卷风所袭击的范围地区，从中南部地区的德州一路往东北，一直到纽约这个地方，所造成的灾害的面积是相当的广大，所以上人也非常的担心忧虑，这样子的一个灾难何时才能够减缓下来，也非常的担心挂念在那个地方社区民众大家的安危。所以上人期待大家要能够戒慎虔诚，要能够好好的做好自我防护的工作。接下来就让我们起来聆听上人的开示。美国阿拉巴马州呢，真的实在是那样的景象啊，惨不忍睹啊，那就是呢一个罕见强烈龙卷风。虽然我们天天都在说，哎，美国啊，又有龙卷风啊，那瞬间呢，就可以把
许多的房屋啊，一卷就碎掉。那范围呢，虽然知道，可是呢，没有那样的惨重。这一次呢，真的是很惨重啊！阿拉巴马州这一个呢，罕见强烈的龙卷风，光是人口损失就200多人哦，而且可以看到一望无际啊，都是破碎掉的。那奥巴马总统呢，也为了这样的事情，也开始呢宣告这个地方是重灾区。开始他也说，还要到这里来呢，去看灾关心。可见常常有的龙卷风，跟这一次呢，真的是罕见强烈的龙卷风。2天前不也说过吗？一天之内有173个龙卷风，一天的内底哦，一而再啊，安尼再卷呐、啊，一天24小时，170几个龙卷风。想一想，到底是几分钟就有一个呢？那样的整天的提心吊胆，那样的惶恐无助，那样的啊，真的实在是苦不堪呐、啊！谁说美国是天堂呢？啊，就是在天堂啊，也是有苦不堪。我们刚刚听到上人的开示，其实美国真的是人间天堂，但是在天堂当中，其实也是有令人相当难过，或者是发生灾难的一个情况，总是令人相当的不忍与不舍。所以我们要能够好好的珍惜现有的时间，要能够把握在这样子的有限的范围空间里面，要能够把爱洒在人与人之间。这个是上人对于大家的期待，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就是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善加的把握与运用。而且呢，要如何才能够把这种人间发挥正道的力量，才能够转化许许多多多的天灾与人祸，这个就是我们要好好的用心来思维。其中有一个非常令人感动与赞叹的一个转迷为悟，那种把握时间之后把爱洒在人与人之间，而且是改过向善的例子，要来跟全球观众的朋友分享，那就是在新竹的叶中奇师兄。叶中奇师兄他自己本身在从小到大，他不喜欢念书，他自己本身不管是跟人家喜欢这个打架也好，或者是这种逐渐长大之后呢，喝酒啊，那讲话的时候之前一定要先骂脏话，之后才会讲下他也才会讲下来他自己想要说的话。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他可以说是浪荡不羁的一个情况，而且他非常喜欢玩摩托车，甚至于一年就是一台摩托车，连续17年换了17台的摩托车。当然他的父母亲也非常的心疼爱护他，就觉得说只要他不去吸毒，他不去赌博，这样子的话其实让他有自己的嗜好又有什么不好。结果呢，他在那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当然他在经营事业曾经也有大好过，但是结了婚发生了一场车祸之后呢，他自己的人生起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转变。当然在这个重伤之后，他自己身体逐渐的好转，也开始投资做生意，甚至于到大陆去开夜总会，但是生意总是不顺利。他如何在这种种种的不顺利，或者是过去迷惘的人生，接触了瓷器之后，如何由迷转为正悟的人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新竹叶中奇师兄的精彩故事。伊细汉吼，伊就敢那伊一个查甫尔，四个小妹，伊就要学做陶醉，伊做陶醉，伊做陶醉，我不爱学伊做陶醉，伊讲袂，我讲袂，你功夫就爱学去。15、16岁的时候吼，17、18岁迄个时间哦，伊哦一年买一台机车来坐，一台机车一年买一届。伊即摆我若买，买嘛好啦，你好好买啊，
这只买着就好了，我后过袂去甲你买啊啦。啊，即摆买吼，即摆人看过新型的出来吼，伊就搁互我买啦。我这边买咧，我真是不爱买啊。我爱水啊，有钱一定爱水嘛。我会交人比，迄阵也会交人比，那个心态就是讲，啊，你有我嘛要有，吼、哦。所以你讲破链、悬啊、手指、金表啊。我那个时代，我都能挂欧米伽表。我改什么呢？我改工厂，我一直做搞工厂。吼吼，我开一个爱清楚在样讲话。师傅讲，要做一个一款那个师傅的好弟子，就是唯一的条件，进入瓷器的时候，把跩改掉。所以我三个月，我入来见习三个月，把跩物件拢摕起来，拢改起来。而且我阁直接上重要，我三个月我接受。很奇怪啊，你往个想那么奇怪，奇怪讲啊，我这唔捌看书的人哦，竟然拄啊入来，我会当看一本无量的经，爱来想讲缘啦，伊我交伊足有缘的。但是我阁有听着一个故事，我依照人家讲一个故事，讲阿哥食大刀轮回迄个故事。阿哥本来伊出家有享受500年，因个孙从底下滚落到家咯，伊转轮回直直去，轮回无修啊，所以讲师傅直直教咱讲爱修，修足重要，真正有影足重要。师傅讲个，只要有改，会好，来得及。我们刚刚看到了师兄他这种可以说是非常精彩的人生，其实最重要的一个转捩点，那就是在2002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他家的师姐在经营洗衣店，他从大陆经商生意失败之后回到了台湾，看到他太太依然无怨无悔的在照顾家庭，在照顾整个家庭经济的一个情况相当的辛苦，所以他也一起投入在洗衣店里面。但是呢，他以前是当老板习惯了，而且呢，动不动就经常责骂别人。回到了家中的时候，好像凡事都要听他太太的，其实难免在他心里面会有适应不良的情况。但是呢，他自己经过一番的这样子的一个思考，自己调整之后，也逐渐的跟他家的师姐大家一起共同经营洗衣店的生意。当然，生意也越做越顺手。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2002年，父母恩重难报亲，慈济在整个台湾来进行公益的这样子演绎的时候呢，他的隔壁邻居有委员邀请他一起共同来参加父母恩重难报亲的入金葬。那个时候他去了以后，他就深深的触动了他许多过去所造的这样子相当的多的罪过，而且呢，他自己内心对于父母亲起了相当的一个忏悔之心，还有一份感恩之心，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改变自己，不管是戒了烟或者是戒了酒，甚至于他也开始投入了做环保，甚至于参加见习培训，受证为慈诚跟委员，所以现在是非常标准的慈济家庭。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真正看到了由迷转悟的人生，而且呢，从一念心恶变成一念心善，重拾健康快乐幸福的人生，这难道就是我们所装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间佛菩萨的视线吗？没有错，在终极师兄身上看到的就是人间菩萨如何从污泥当中绽放出清净的莲花。所以上人在早上开示的时候也特别提到终极师兄他这种由迷转悟人生精彩的故事，就是给我们如何在把握一念间要能够把爱洒在你我之间最好的范例。接下来就让我们起来聆听上人的开示。叶基士啊，他虽然是一位很平凡的人，他也曾经是个凡夫哦。那但是呢，很特殊的，他就是跟慈济有缘呐、啊。只要有缘了，不怕缘来得迟啊。只要找到路，不怕路遥远。他的一生啊，真的也是，起落吼很紧追起落啊。不过呢，算来他还是呢一个很立根的人。那这个慧根呐、啊，很深吼、哦。他感觉到说，哦，慈诚对啊，竟然要承担呐、啊。那就要好好的承担。每一次开会啊，他想要
记录就好像就有问题了，因为呢，细汉无认真读书啊，所以呢，开始他用功啦。他从环保里呢，也找到了哈这个环保回收字典，他就很用心呢，把整本的字典呢，都可以从环保收来的纸，他一一的写，很用心的投入啊，所以呢。他也已经几年当中啦，他把这个字典也好哈，那这个经典也好，他通通呢很用功啊，比别人更用功的，亲像伊伫咧做学徒，把人三年四个月才会成就，他就半年就可以成就。那一旦走入慈济也是一样啊，有一天呐、啊。他就是很有伦理观念呐、啊。他进来的时候，他要尊重资深。有一天，他跟张居士、张凤姐居士哈，他就说：“啊，恁是祖亲哈、哦，啊，所以呢，我要尊重。”那张居士就说：“什么叫做资深？你知道吗？”“不知道。”“那跟你说，有两种。”一种呢是进来很久，但是呢，他还是呢会停替掉哦，只是时间从他进来的时间长，啊呢，人家称为他是资深。啊，另外一种是虾米？另外一种呢，那就是增长慧命，因为呢，他进来不是很久，可是呢，能入法。化入心，那样的增长慧命，能做个师父的好弟子，他就这样子。那我要选择的增长慧命，我要做一个师父的好弟子。所以呢，说到做到，他真的呢那样的用心在学习呀，也是很精进。现在是夫妻同修哈，行在菩萨道上，很有承担。这都是呢，人生到底我们的意念要开多开呀、啊？那要如何享受？少年时代曾经呢享受过，那么也有碰到了。无常转变了他的人生命运啊，无法让他像过去呢，想什么有什么。他曾经那这样的转变过啊，好几次的不如意的事业，但是呢，他再转变过来呢，那有命中有贵人呐、啊，一位委员，一位慈诚队，就让他们生命转捩点。他现在已经真是人间菩萨了，这总是呢比找神仙来下棋更享受了，也不需要造天梯了哈。所以啊，这他天天呢做得很开心，欢喜充满。我们刚刚听到上人的开示，其实对于钟启师兄夫妇俩大家一起共同投入在慈济的菩萨道上，这种的人间的菩萨，其实是我们大家共同学习的典范。其实从钟启师兄看到了，也是一样，一念心善就能够改变整个人生。其实在今天也刚好是1975年越战结束的这一天，同时呢，也是慈济的在历史上可以说是在中国甘肃的道路上，正是慈济人踏上这一块的黄土高原。所以当我们看到了越战这样子的一个许多年的一个战争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产生造成的伤害，到现在依然未曾褪去，其实就是一念之间大家彼此的互相征战冲突，以至于造成许许多多图灵生叹的令人悲伤的情景，到现在依然都还是历历在目，令人不生唏嘘。过去战争的遗毒到现在也未曾褪去，但是回过头来一念心善的时候，当慈济人踏上了甘肃黄土高原这个地方，为了在为这样子一个偏远地区的山区的居民能够找到一
口的幸福水，要能够找到人一生的一个幸福。其实大家共同努力，在那个地方援建了超过20000多口的一个水窖，就是期待能够让大家生活幸福。换言之，一念心可以从善，一念心也可以去恶，端看我们自己如何把握这一念心的分寸。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上人对于一念心非常重要的提醒与开始。一念偏差呢，可能啊，人间啊，这个祸端呢，由一个这个心态偏见的人呢，会造成啊，让世间呢苦不堪呐、啊，一场诶这种的战争啊，那遗毒呢有这么久的时间，而且呢，造成了人民的苦不堪哈、哦，这真正是真苦，这都是人的心，人心啊，那就是呢一点偏差了，就会造成了这么多的苦难，那这都是呢历史哈、哦，只要我们起一个心念。正向就是造福人间，一念偏差，差之毫厘，可能呢祸延呐、啊，这个后代祖孙真的实在是都是守一念心，好吧？天天看的这种天下事啊，感慨很多，但是呢，我们要赶快把握当下，及时做。就对了，赶紧紧改变，赶快有错的改变过来，往前走也就对了。所以呢，只要有缘不怕缘来的迟，只要你肯起步了，也不怕路遥远哈。那这都是呢，我们要及时把握。过去的历史都是我们人生的借鉴，我们要如何才能够及时把握住现在的时间，还要能够把这种过去许许多多的忏悔贪嗔痴慢疑全部都给去除掉，自然而然就能够展现出清新亮丽自在的人生。而且如果只要是人人都能够一念心善，天下自然无灾无难，天下太平。所以天下之祸福系于一心，一心之善恶系于自己本身，要能够把握住人生正确的方向，依着正道而行，自然而然就能够自我的心念相符。而且更重要的是，透过一个人彼此之间互相的影响，一颗种子能生百千万，如是辗转乃至无量，天下无灾社会祥和的愿景自然而然就能够达至在我们的眼前。此济新闻深度报道，我们下周见。学